空虚寂寞觉得冷吗？商场推出租男友服务，陪你逛街吃饭晒恩爱。不想单身 shopping 的单身女性有福咯，现在有个新的解决方案，这个卖场推出了男友租赁服务，可以陪你逛街购物。不过很可惜的是，这个服务目前只有在中国推出，单身者要自己去逛街购物，有的时候真的蛮令人沮丧的。看着周围放闪晒恩爱的一对对情侣，你懂这种感觉吗？不过没关系，因为今年3月8号，中国的一个购物中心为了庆祝妇女节，为女性顾客提供了帅气的男性作为他们暂时的男朋友。女性顾客只要支付1元人民币，就可以租一位男友1个小时。这个男友不只陪你逛街购物，也可以陪你用餐吃饭，真是服务周到啊。这些出租男友大多数都还是大学生，并同时兼职做模特儿来获得更多的收入。但是可惜的是，这项出租服务它是不允许有肢体接触的。有人有兴趣使用这项服务吗？别忘了，我们晚上8点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。